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。2020，我觉得大环境虽然有很多的变化，大家是比较辛苦的，相对的，我们也多了很多的时间可以跟自己好好的对话，还有思考。我会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内在的充电跟保养，能够有专注在当下的那个能力。如果我今天在做瑜伽，我就好好的去感受这个过程；我在保养，我就好好的感受保养品在肌肤上的感觉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我认为保养是内外兼具，而且是需要长时间的维持跟累积，这是没有办法偷懒的。我现在最重视的就是保湿，尤其现在是冬天，我最近都在用 Dior 的逆时能量系列，你会感觉被修护了，然后也会更有防御力、抵抗力。最近跟大家推荐的是 Dior 的逆时能量精华，使用起来虽然是精华液，但是质地不会很黏腻，很好吸收。最近也很喜欢这个特润霜，推荐给皮肤跟我一样可能是比较偏干的朋友，尤其现在是冬天，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加强的保湿。然后我从 Dior 的老师那边学到一招，就是把特润霜跟能量瓶都挤一点在手掌心，均匀混合之后，用手掌的余温按摩全脸，感觉是非常疗愈跟舒服的。我觉得就是 QQQQQ 弹量七个字，那一定要密集连续的使用。我觉得就是跟我的保养理念不谋而合耶。演员的内心也是需要很多的能量，所以我最喜欢的称赞应该是内外兼具，那让我感觉我是一个由内而外拥有强大能量的演员。